如果我把这个基督教的传播，它的快速，以及刚刚您所分享的这种道成肉身型的，用福音去感染人，我们拉回到今天的疫情发看里面，你可以看见两个极为相似之处：疫情所带来的是死亡，可是福音带来的是生命。疫情它不断的扩散，不断的感染人，可是福音它也可以不断的扩散，不断的感染人，而让他们得到生命。在这种生与死两种巨大的差异当中，我深深相信，在现在的疫情里面，看起来非常的黑暗，或者是无望，或者是很肮脏，很被人家被摒弃。但是我坚决相信，上帝的手仍旧在当中。特别也要为在疫情地区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来祷告，愿他们也能够用一个道成肉身的方式。现在没有办法用口的道去分享，但是他们用行动的道，把这个真正的福音的生命注入在他们的身上。